曹佑宁和王静在2月公开认爱，两人也越来越大方，经常会在社群互动放闪，不过两人却从未发过合照。而近日趁着圣诞节，曹佑宁就抛出多张戴着圣诞帽的个人照，没想到滑到最后一张照片时，就惊喜发现曹佑宁首次公开和王静的合照。只见两人都穿着红色毛衣，王静似乎是坐在曹佑宁的腿上，闭眼比出可爱手势，而曹佑宁则是一手抱着他，另一手抱着爱犬，整个氛围相当甜蜜，闪下大票网友。另外王静也贴出两人四格照，虽然两人只露出眼睛，但充满粉红泡泡的画面就让众人激动直呼，不可能滑 IG 也会被闪到青光眼，怎么是空白的？我手机坏了吗？最后一张真的是太有爱了。Thank you.